你真的觉得 S 牌屠夫很强吗？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样东西更强，那就是人类队友，永远会把你拉下水。这一把的话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。只能说，单排有时候没有带大心脏，确实队友沟通不太行的话比较难整啊。那么这把话究竟怎么样，让我们来看一些。可能是个金身的这样子吧，头突然有点痛。课程不打折，课程不打折，不好意思。插眼的好难受啊，这个脚位。哎，没有，就是我操！我真服了，球拉的不够多。先知啊，怎么这种都立不动啊？先知啊，怎么这种都立不动啊？一点是一刀了，不得打一派无论了，别救我呀！爱丽丝，啊，求求救我！没板子了，怎么办呢？我给他一下。给我扛一刀啊！别走啊，大哥，别走啊！走了我怎么办？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哎，别跑，要跑哪里去啊？我操！开吧，开吧，那直接开吧。开呀，开！你现在过来干嘛？已经板子都玩完了，我靠！现在过来干嘛？我问你现在过来干嘛？你神经病啊！前面过来个送屁股，哎，你现在看我就漂亮，六六六！你现在过来干嘛？我就很奇怪，两个过来干嘛呢？我想请问你，过来干嘛呢？操，没给他十几刀，我操！